我先给大家发个福袋哈，然后我们喜欢主播，我们可以点点关注，加个粉丝团，我们抢福袋。身高1.7米，谢谢谢谢大家的喜欢，谢谢你们，欢迎大家。那我们开始跳舞了，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跳的第一支舞蹈是你们从哪一支舞蹈开始认识我的是哪一支舞蹈开始认识我的？我们先跳一支我的楼兰送给大家。片片相思赋予谁？女儿情，红唇。啊，我那个应该就是很多人认识我的第一支舞蹈，应该是我的楼兰，对不对？是不是我的楼兰？你们认识我的第一支舞是什么？我的楼兰，还是片片相思赋予谁？白狐。谢谢，欢迎我们兵哥哥啊！感谢我们星光哥。谢谢我们星光哥，我的楼兰。好，那咱们今天第一支舞跳一支我的楼兰，好不好？欢迎大家，早上好。咱们第一支舞先跳一支我的楼兰送给大家，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楼兰，好不好？好，来一首我的楼兰送给大家。我知道很多人是因为这支我的楼兰认识我的哈。送给大家我的楼兰。想问沙漠借那一根曲线，剑披风为你御寒。好，想问沙漠借那一根曲线，风剑披风为你御寒。用肺腑去触摸你的灵魂，我就在那只火炉边去。想问姻缘借那一根红线，深埋生命血脉相连。用丝绸去软泽你的肌肤，我就在那。